泡茶、品茶，既是享受，也是学问。好茶因茶香宜人，茶色透亮，不留苦涩。传统的沸水泡茶方式，不仅需要有好茶、好水、好茶具，还需要精确掌握的水温与冲泡的时间。冲泡时间不足，则茶的色香味不够；浸泡时间过久，则苦涩又难喝，很难做到浓而不苦的两全其美效果。各种学问相当复杂，因此新一代的人视传统的品茶文化为过时的玩意，渐渐式微。Aristo 从意大利 Espresso 的高压蒸汽冲泡中得到灵感，再柔和先进 Capsule 科技研发成革新的茶艺 T-Presso。 Aristo 将极品茶叶密封在 Capsule 之中，只需放入 Aristo 高压蒸汽冲泡机，轻按一键，高达19巴的蒸汽压力，30秒内完美释放 Capsule 内茶叶的精华，完美解决茶叶浸泡时间过久造成茶叶苦涩的问题，一杯既浓郁又无苦涩味的极品香茶就在眼前。 T-Presso 泡茶科技把复杂的茶艺变成简单，效果远胜传统沸水泡茶方式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杰出的茶艺师，轻松冲泡出茶香宜人、茶色透亮、不留苦涩的完美好茶。Aristo 的茶艺专家跨越中国、印度、斯里兰卡及欧洲等名茶香草原产地，严格筛选优质茶叶及香草鲜花，设计出一系列凝神舒压、健康优雅的清香名茶，包括幽香的极品绿茶、百香果红茶、浓郁的锡兰红茶、花香宜人的玫瑰红茶及凝神回甘的伯爵茶。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还会为大家推出极品的中国茶与养生茶系列的极品茶。因为 Aristo 高压蒸汽冲泡机冲泡出来的茶特别浓郁，可加蜂蜜、加奶、加冰，甚至加入各式香草鲜果，为您带来变化万千的现代化喝茶乐趣。如配上 Aristo 奶或咖啡，更可轻松自制出多款 Tea Latte 等不同饮品。 Aristo Tea 令现代喝茶文化更多姿多彩，更多创意发挥。